那我不是看你太辛苦了，帮你分担一下，你还凶好，我错，我错，我错了啊！我给你拿药去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药呢，虽然特别的苦，但是特别的好用，你一口喝下去，马上就好了。靠近一点，再靠近点，这样张嘴，我好了，你真好了，假好了，你试一下，我真的好了，因为你的可爱就是我的药。什么？你怎么起那么早？干嘛去啊？我爸妈来了，我得去接他们。叔叔阿姨来了。我完蛋了。好，行，好，怎么就完蛋了？他们不知道我换工作了，我之前一直骗他们说我在做会计呢，所以你千万不能说漏嘴了，知不知道？你没跟他们说。我要跟他们说，他们肯定马上就把我抓回去了。你也不想就此见不到我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一起去接他们吧。你确定？你总不能让他们住酒店吧？你那房子也退了，他们俩大老远跑一趟，肯定想看看你现在住哪儿。那，陈先生，你做好准备见家长啦？我，当然。好。